他们已经先录了，开始了，他们先去开场，然后我们到就直接闯关了，因为他已经分队了。对啊，你们的队，有男生吗？ 以前来万能道都觉得是放假，今天压力很大，有点带小孩比较累。好了，跟镜头打招呼，嗨，耶，林氏，我是林氏。太凶了，耶，今天我们是爸爸去哪儿？好可怕哦。 小朋友就是要让他玩嘛，小朋友睡觉啦，等一下整天都要不要。好，好不好？来，睡着，让他陪睡觉啊。嗯，对对。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好吧？尽量不要发出声音。没关系哦，会小朋友就是要让他玩嘛。好了，小朋友睡觉啦，等一下整天都要不要。玩整天，玩整天。那你们玩一下，我们睡一下。好，好吧。来，睡着，让他陪睡觉啊。嗯，对对。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好吧？尽量不要发出声音。没关系哦，会小朋友就是要让他玩嘛。好了，小朋友睡觉啦，等一下整天都要不要。玩整天，玩整天。那么，那睡一下。我今天也算是提早实习一下当爸爸哦。
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子，比如说互相在玩游戏的竞争，然后是有人在拍的这种感觉，对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他在学校，像比如说学校在带游戏。你有去过他的运动会吗？有啊，运动会的表情都拍他表情，没有去，但是玩游戏的那一种也没有。你在干嘛？他才做鬼脸，好可爱。你是什么脸？我在讲话。你在讲话，他在那边，我在讲话。早安啊，可以先去换制服喽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一大座山哎！下雨地是滑的，不能跑了。计程车博物馆哎，早安的。什么队？你看，我们是什么队？对，妈妈，然后转过去给大家看，耶！要先贴好吗？等下贴的，待会再贴啊，待会再贴，待会再贴。等他去玩了。
可以冷静一点吗？已经失控了，完蛋了。而且因为他们两个又认识，所以会玩得更疯。那我们也要走了哦，那我们先走，我们也走了。你抓错爸爸了！抓错爸爸！骗走了，骗走了！没有，你去那边看一下，那边超好玩的，走走走！骗走了，骗走了！可以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你有偷偷教育你的侄子什么事情吗？没有，他平常又在看我很大的。你有看我很大吗？平常有吗？那你觉得九九的表现怎么样？好吗？还是？今天要你这次要抽什么球？好，走啊！我自己保守我抽。啊，你再讲一遍。哦，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抽。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他有在看人家抽球嘛，很难讲啊，说不定不是他抽啊的意思。哎呀，哎，来，come on， 哎，小柔，哎呀，厉害，哎，有没有怀疑说今天男生去哪里？男生都不见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号出场。哎。特别的状态有没有？本来还不用带小孩，对不对？对。突然间冒出来一个，你有没有吓一跳？有吓一跳，而且观众带小孩，我就想到我小孩。啊，真的。就你的这么大了吧？对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七岁，这个五岁，这个五岁，没有，也五岁了。对。二号，老爸，二号出场。看到他，想到自己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有丢的啊！好了，欢迎三号爸爸出场。哎，1962夏天，哎呦，来，我是人家，跟大家打招呼。哎，真的，有没有看到亲戚呀？好啊，四号爸爸，把车开走。这一次啊，来到宜兰要这个庆祝我们的这个马上就是过年到了啊！今天鼠年凶，他的数钱数到手发软呐！来，念出来。就有这个叠叠杯子了啊，怎么玩你知道吗？叠叠杯，哎，来，小朋友一杯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爸爸一杯，对，哇啊，对，小朋友一杯，哦，有没有？爸爸一杯，哦，来，就这样咯，好，看谁叠的高，就很简单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掉下来之后就算结束，剪刀石头布。我们先看他们玩了。那派出哪点会？对啊，要带他玩示范吗？对啊，他一直很期待的。他从昨天就失眠了。他刚才跟我说要玩什么，他很迷茫。好玩的掉了。对，那很会了。我们先来可以吗？我们示范给他。OK， 好。放手都不能巧了。拿，放手就不能碰了。我讲这个哈，台下一条龙。对。现在开始录影。台下。你好，哎，不能碰哦，不可以碰前面的了，哦，只能碰单杯，好，
慢一点，慢来啊！没有，这个家伙本来就很焦躁，是这样，长期被他们洗妈的压迫，爸爸手好抖，前面都不能碰喽。别安，你只要把他碰倒，一切就结束。教我弟弟。对啊。爸爸，你还会蛮强的哎。对啊。你等一下要高一点，你太低了。坐这样你 OK 吗？你等一下这杯就倒了，你陪他等一下。我觉得他们这灯会弄倒。对对对。你们不要这样。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干扰啊！请问太认真了，请问太认真了。没有认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呀！蛮强的，没有看到，我现在记忆力变更好了。对，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记错？没有，一一就是一，他片片真是没了。好，快点，快点。不是那个双胞胎啊？对，他这个名字太普通，你一换一个一，我是本名。本名啊？哇，哎，看比他自己还高哎。我。我在那边讲一下来，他在家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。对，各位，你要让你的孩子文静，你就要搞一些东西。对。那他等下如果身高超过要怎么弄啊？他可以。身高超可以把他抱抱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哎呀，小心喽，要小心喽，他靠了。反了，来了。哎，我们干嘛讲？讲话都很小心，没关系啊。你可以的。你给儿子一个面子嘛！这太高了啦！哇塞，那他这样叠不到了，你要抱他。父子联手，他可以。你跟我们自己在呛什么？
哎，齐贵的多大？我的快34岁。女儿。女儿。哎，有儿子吗？没有。努力拼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然后我们哇，对，我们先讲，来，你，哎，我觉得他可以，我们都可以，可以，真的可以，哎，要慢，几个了，12，哎，现在在，我们顶上去就平手，对，现在12而已啊，14，16，18。23，叠上就平手了，对，叠上就是这个，是。好，哎，稳住了。好，你要去拔滚臂，你这个过了就赢了，对对，好吧。轻轻，嗯，慢。赢了，后面交给龙龙，好吧？后面再滚，等一下，你一点，你父母干预太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要自己来是？有没有来个 father， 来个 son， 有没有？哦，你弄坏你就完蛋了哦，你闯。小心，慢慢来。小心的小朋友，他会觉得就是说，凡事有危险，要我先试给他看有没有危险。我刚跟他说，等一下那一关给龙龙哥哥跟佑兴叔叔他们玩好不好？因为会玩碰碰车。他说碰碰车，我说对啊，会撞啊，你会不会怕？那我们给别人玩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不用玩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不用玩对不对？哦，为什么？会怎样？哦，怕。好 lonely 哦，对，第一次录影，会内心会有一点，就大家录完就会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。好，对这边的朋友派出来是小妈咪家的这个白花油，白花油啊啊，那我们这边是龙龙跟爸爸，对不对啊？等到第二次哨音的时候，就开始，反正我讲什么小朋友可能听不懂。开始滑电了啊！好，现在可以开始练习啊！预备，动起来，开始。
继续往前。输我们还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爸爸不好，给爸爸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龙龙也很棒，龙龙很棒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豆豆来，可以吗？豆豆，豆豆姐姐，豆豆姐姐，豆豆姐姐，你要带豆豆姐姐挑战这一个碰碰车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因为他很会开车。啊，那交给你。哎呦，好吧。好，给他加油，有人吧？没有，老板是我们。很好玩哦，亚威亚很好玩，不要怕，只有在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哇，有用啊，要吃啊！厉害啊，林志，加油！一起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阿悠悠，你女儿不见了，又不见了，又不见了，亚威尔又去玩车了，这个脑袋毛病啊！悠悠，等等，我们来去加油一下好不好？然后你去考完加油，我们再过来玩。等等，让你过来玩。你们一起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快点！好，来哦，哎，一二三，加油，加油！刚刚是齐慧、马明，还有白花油，白花油，好，白花油可以获得一枚金币，谢谢，大家谢谢。哇，他留着，等一下这个金币啊，在最后的时候可以拿来换很多的礼物。好啦，啊，你最棒了，哦，好，接着下来第二棒，准备，哦，现在先练车30秒，开始。可以获得一枚金币。
两瓶了。好，各位，第三关，两边各大人都不能上了啊，小朋友。可以赢的可以获得这两枚。阿玩，阿玩，你踩油门。要保护妹妹吗？啊，你要保护妹妹，保护妹妹，可以吗？大哥哥，知道吗？可以吗？交给你了。我们顶多帽子会保护你，放心。好了，你不能开撞，去撞面，撞到旁边，撞到后面，一点伤都没有。这边还有球。好，帅了，帅了。他是紧张而已。阿文，注意，最后要抢夺这两枚金币，没有所谓的练习时间。哦，因为小朋友不需要练习的，谁赢就得到了。对，谁赢就得到了啊！我们计时给他们三分钟，最后结束这段。预备。
说很冷静的。刚才他把整个保护得很好。对，所以呢也一样可以获得两枚。三场非常好看，哇，真的好精彩哦。好紧张啊！阿婉，阿婉，阿婉，你什么时候发片？这个是手机，对哈，这是手机。一天一口八的，我也会把我的嘴巴变大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？谁会手指啊？手指拉长，怎么可能？那个姐姐没有可能，那个姐姐没看过，你变给她看，穿越给她看。她刚来不及看到，穿越，穿越，穿越。呼呼呼呼！我要让我儿子变最厉害的。你可以让这个筷子浮起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了，一片小二三，浮起。哎，小燕，哎，怎么？你本人已经是鬼了，然后这里又要当鬼。你们这样子玩，你们有想过老板的感受吗？换你当鬼。怎么可能啊？真的？哇塞！你看看我身上有刺吗？没有啦，你小心哎！你都要小心，哪里小心啊？换你了，换你，你要拍你自己的对。咦？又要模仿瓜哥？你又模仿瓜哥？碰啊碰啊！哎，我这样子你干什么都会被人家看到哦。我特别不怕被脖子。太神奇！哒哒哒哒哒哒。那是什么？哎呦喂啊，我的神机变成神乐，下山车，baby 下山车 ，baby 下山车 ，baby 下山车 ，baby 下山车，都是大人在下。哎呀，你蛮客气的喂，他觉得无聊，怎么好像他们没有？他们刚才唱的唱歪了，我们长大了。车上休息了一下，看到四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孩子，还有四位疲惫的父母，在车上根本不能休息啊！从这个游戏当中可以看到小朋友的个性。那接着下来这一关呢，要这个爸爸妈妈要跟小朋友一起来玩的哦。好，念出来。爸爸带我出去玩，抽线索解谜，寻找指定店家。体验后即可获得金币哦，这有两个签，机会迷你，好，来吧，自己拿哦，就唱哦，哦，队长，队长，哎呀，两队准备出发 ，Go！ 大人要负责解线索，然后寻找线索解出来的那个店，假如是错，就会惩罚，金雷，你会被惩罚，会有惩罚，好啊，那我们要认真了，你发现我被画在家里，全部。爸爸也会被画。
子会被画，我们不会被画，我们要赢。来喽！哎，这是欧巴吗？是谁？谁啊？是一个，还是一个？不是老板的脸，老板是他，不是世林，就是啊，这是一个艺人吗？世林，世林，世林，世林的一半，二零的一半，我看一下哦，二零啊，鲁班街，或是二三临水渡头没有二，四零鳄鱼骑士，会不会什么？那神算，你们说二，有点牵强。那如果过嘞，有二零，那如果对的话嘞，对的，你们就答对就可以进去跟老板做东西，然后就给你们。很，这是有关系。下面呢、啊，看看下面的店呢、啊，那线索里面那的东西，当然知道啊。我再问下面的小朋友，就想象中的你有什么专长？空中飞人，伸舌头，伸舌头嘛，还是跟牛有关？公牛对。哦，有可能。我们刚有看，可是没有牛啊。没有。鳄鱼骑士的士跟四有关。二的一半，鳄鱼骑士。骑士是鳄鱼一半，二一半啊！鳄鱼骑士，来吧，试试看。这个新妈妈表现得不错。鳄鱼，等一下再惩罚，再惩罚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去鳄鱼骑士。啊，去鳄鱼，要找鳄鱼了。鳄鱼骑士，你看我，佳佳，佳佳不要踩水啊！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妈妈跟我猜，我自己猜。转后面，转后面。真的吗？妈妈算我，妈妈算我自己。鳄鱼骑士，你们知道哈？在哪里啊？鳄鱼骑士，所以我们要去吃东西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找，可是不对啊，我们要去过关，怎么会是吃东西呢？我觉得我们会是体验那个民俗气。没有，我们先找，还是我们体验的是美食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跟你们讲哦，Jordan 他是公牛队的，他是哪一队？他是黑人，他是打篮球的高手，他是飞人乔丹。因为他退休了，对，什么？如果相传，因为他已经退休了。好主意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。好，要先说 hello。对，先说试试看。hello。感觉不大对。不太对，他完全没有准备。没有这个动作，没有观察的感觉。他会不会在演？看起来不像。重点是他不认识我们的感觉，他没有一个准备，对，也没有对我们微笑。他没有。好了，开心，来开心。对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答案锁你怎么了？阿婉，阿婉，答案要不要锁定？阿婉，我们大家锁定。爸爸呢？怎么样？这是教务室，教务室，教务室。在哪？答案锁定。锁定你们。答案锁定。好，锁定你们。来，谁要被惩罚呢？爸爸。他想说爸爸。好了，我来，我先了。阿文，你还想画吗？我已经变这样，你还想画？你忍心吗？哎，他说不要哎，你要不要再画两笔？他说不要哎，他说要哎，不要。下一个是一样的，就是糖研发吗？是林糖，试一下糖，不是盐糖，面人做糖的，跟糖有关的。干嘛讲？唐葱，民族记忆唐葱啊。对啊，他又可以体验记忆的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就说你好了，我们叫人家啊，还叫我惩罚，我就说不会是美食哦。我们就来了，烛火相传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了，烛火相传，对不对？感谢你耶！你快，你这样快被麦当劳输了。我原本长什么样？来哦，这样可以吗？要多一个什么线索吗？所以这张很有用啊，橘子，干嘛点？干嘛点？这个。干妈店啊，那他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应该小时候去过。那应该是啊，没有去过。应该是去干妈店玩，跟投篮有关的。哎，干妈店在这哎。美丽，干妈店。好，我们要锁定干妈店，对不对？恭喜答错。怎么可能？老弟，赶快走。那你叫我们干妈干嘛？总共有几道线索？如果真的只有三种，那我们就拿两个。十五个吗？十五个吗？干妈，那高中的时候有连接吗？等一下，我手中写，不要跟干妈有关系。宝清竹不上，那干妈林三月。可以在路上问的。哎，五姨婆，五姨婆啊，那五个，五姨婆，五姨婆啦。哎，笑得很，你知道我们要来找你们吧？就这一间的啦，好不好？谁要单？我单。干嘛拿着笔不是单单看着我？我单。你单吗？你们确定？我来，我单。
我可以先问关他什么事吗？关他为什么？关他什么事？40的一半。20啊。这个就那么简单，40的一半就是20，所以就找20号就对了。啊，虾米嘞？虾米嘞？鳄鱼骑士哎呀！对不起啊。鳄鱼骑士。啊，我就跟你说不会是美食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去把它擦掉。好，我们回去擦去擦掉。好，帮我擦掉。花生，那我们放半匙的芝麻，香菜看你们喜欢吃多还是吃少哦。喜欢吃太多就对，看你们是。可是我可以不要加吗？对，不喜欢吃可以不要加。那我喜欢花生糖，我可以加2匙吗？可以呀。冰淇淋要3匙。好，放到我们一个重点就是糖葱。耶，这是重点。糖葱里面有葱吗？没有，它是像葱的糖。它是素食的哦，它是素食的。这是武姨婆吗？这是武姨婆啊，非常确定。好，答对了。Yes。要不要看一下他的门牌？23啊 ，Michael Jordan 啊。哦。哦，这个很好玩的这里。嗯，好多东西可以体验哦。对啊。一个糖的味道。哇，小猪公捏面人面具。龙手慢一点，龙手慢一点。哇。哦，弹珠台。老师，我们现在要体验什么项目呢？碰糖。碰糖。碰糖。哦，难怪给我们个碰干嘛。哦。这个很有趣哦，它会慢慢膨胀。哦。每个人做出来的成品都不一样。全部对不对？全部。来，水盖过它。哦。我们开小火哈，刚开始。所以小火就好。对，可以做有角度这样子搅拌。嗯，来，再来呢，苏打粉的亮度也很重要。好，苏打粉不能太多，太多会怎样？影响口感。不能太少，太少它碰糖是不是？啊，打开先抓一次，这样子有没有烫到？对，烫到了。一匙，画一个一，画一个一，画一个一，一半就好了，一半就好，一半，一半。喜欢吃多一点，喜欢吃多一点。你喜欢吃芝麻是不是？好，不喜欢。啊，摇头。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。啊，一样，一条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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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香菜。你喜欢吃香菜吗？不喜欢。一点点，一点点。那就一点点，那就哦，真哎，真的很不喜欢，真的。那你冰淇淋要什么口味？我先挖起来，你给你放。好吗？啊，好嘞。我还记得要不要这个。谢谢白花有老板。谢谢白花有老板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。我们获得一个惊喜。耶！老板。第二个店家的提示。来啊。苏东坡。东坡肉。东坡肉啊。哪有那么简单？要换吃的了。老板就是苏东坡有什么诗词？有什么诗词？先猜一个，然后我们先拿到一个提示。等一下，那如果跟东坡有关系，有关系的，跟东方产，跟东在东边啦，东边啊，东边啊，反正会有提示嘛。对啊，惩罚就惩罚嘛。那我们去东方产看看。东方产在哪里？你要被惩罚？真的吗？不要，不要轻易的被惩罚。对呀，不会哈。提示好温柔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带爸爸都是这样子，小孩子带爸爸，对啊，就小孩子带爸爸，因为带爸爸去体验，反而都是小孩子都是稳定的那个，然后爸爸来纠正，不要，小心，不要，碰糖，因为它很高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要把那个水啊都搓干净，好，待会如果加那个，他说我好丑，然后就叫我数一下吧，来吧，数35下，好，稍等，好。好，大圈圈，小圈圈，很棒，很厉害哦。它要慢慢铺，对不对？哇，看，哎，真的耶，飞起来了耶！哦，Let it go，Let it go。哇，老师，我们这样子应该算是 OK 吧？棒子立得住就是成功，棒子如果倒下去就是失败。那我们那个也立住了，是成功的。棒棒，金米饭，金米饭，我们可以得到。你看后面那是什么？金币。
恭喜恭喜。等等，龙龙不急，等等，妈那么刁，稳定，嗯，爸爸一直说稳定，家长不急啊，慢一点什么他都不会听，你跟他讲稳定，那就对，下一则线索。哦，这个是一样的犯人。我觉得有一个方向，就是他其实就是你一看的第一个感觉的线索是什么？好，刚刚小猪的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胡子慢慢的越来越多？没错，哦，厉害，待了很久，对，待很久，待很久，那大家被关注。那这个警察为什么只站在这里？那是不是不同人呢？灵山一笔墨就在隔壁。灵山一笔墨，哎呦，有好，我们先往这走。好，我们先往这走。我真的觉得有可能是河洛，他就是河洛人呐、啊。你说苏东坡？苏东坡对啊。哦，布袋戏，布袋戏。对啊。有可能。哦，还是我们直接河洛布袋戏？我是不确定他是不是河洛人。我跟你讲，比较近，反正我们也会有提示。好，我好。你们好，你们这边是传统布袋戏对不对？很厉害的苏东坡以前是会演布袋戏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苏东坡，苏东坡，会不会昨天蒙到了？真的还蒙到了？真的吗？确定？确定？爸爸来，为什么？爸爸好热情哎，苏东坡也演布袋戏。你看，你温柔一点，你温柔一点。小朋友笑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不要人中，没有提示吧？突然有想法哎，突然有想法。苏东坡他的，他应该会跟一些诗词歌赋有关系。对对对对你看看你的脸，你要不要直接去照镜子？那你还敢给我提示？有没有听他们的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大灰啊！是谁？是谁？丁小雨。机器娃娃怪博士的博士。宝珠，宝珠，宝珠博士，哎，苏东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无肉令人瘦，无厨令人熟，苏东坡的名言，宝清楚。哎呦，卡这呢？哎呦，哇！我儿子看到了，刚好这一段被你挡住，他没有看到。鼠年了，鼠年来了。好，说江苏最棒了。对，爆掉。哦，对，撞撞到头了。各位观众。看起来不像，看起来不像，看起来不像的哎。姚中小花园，圆明馆，青春照相馆呢？因为他们在照相，然后越来越变老。聪明哎，咦哦，这个一挡百呢？会不会有点像？看刘青青啊，不是吗？你确定的话，我们头也被打掉，对，画脸啦。我们赶快再拿那个下一个线索。洗澡，他跟洗澡有什么关系？谁主意？海绵，做肥皂的吗？要不要听听看佳佳？听听看。可以啊，我们就去啊，再一看。卡在这边也不是办法。对。佳佳姐，怎样怎样怎样？他这里有一个茶三房手工皂，他查这个三个房间。哦，茶三房手工皂。茶三，好棒哦，小龙。嘿嘿，宝清竹博士的耶，当然确定了，确定啊，锁定了好不好？锁定了。耶，走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耶，厉害！哦，我们来这边，我们要体验什么？对 ，DIY 吗 ？DIY， 哦，坐，全部坐。坐。来，我们先坐这个。啊，舒服。是，先拔下来，先看。爸爸帮我拔。好，帮你拔。爸爸，你看到了。
都拔下来了之后呢？要拔下来，放着，穿过这个两个小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过一过。插进去，然后短的竹签在外面，在外面哦。好，要插进去，短的这里。我觉得带他们来都是爸爸做两份。真的？我认真觉得带他们来是爸爸做两份。你觉得爸爸现在比较帅还是之前比较帅？ 那你觉得阿北现在比较帅还是之前比较帅？以前啊，那就好，那你观念还没有问题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我觉得一定是的啦。一定是啊。对啊。我们要问的是茶三房手工皂。对，不对？对。对。选你要什么模型呢？等一下把它分成这样子一整条。自己选。你爸爸，你可以选很多。 你可以选很多，你选啊，选你自己喜欢的。对，当然也可以做。飞机耶，哎，放船，你可以选。你的机票好不好？爸爸也。很好。放选小一点的好不好？它还有狗。哎呀。哎，对，飘到喜欢的模型，然后小。好了，来，放的时候，来，从边边摆，才可以压很多个人，随便摆位置就浪费。对。好，从边边，然后这个，反正放在上面。是的。用压的，用压的。来，这个爱心是谁的？然后哥哥的，来，你把它压出来，阿姨跟你讲怎么算。 兄弟，这边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棒！这个原理让你全体验哦，推出来，今天全部让你体验爬不动。好，来，你的爱心好了，都乱放。九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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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提示！好，提示了，提示了。哎，好可怕！我吓到他们了。什么？啊，你也要？你举手。对不对？等一下哦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机器人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好好的解析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看出端倪了。什么什么？哪里？民俗记忆，我们是不是玩了唐葱？对。我们在生活工艺玩了这个博士，最后一个会在风格生活里面。 对，应该会落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风格生活里面跟这个最有关系的，一根手最有关系就是吉吉白灵犀。我觉得是因为它是白色的，然后它很像白鹭鸶，你一开始拿到的时候它的形状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我这个推，对不对？我这推你，你告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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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吉吉白灵犀，你看，觉得是，像不像白鹭鸶？而且白鹭鸶都这样子嘛，这样像。 这是白鹭鸶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推完成了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我的也完成了，耶！我加油，加油！你很厉害呀，怎么那么厉害呀？那你要送给谁？我现在去推，我没空。爸爸今天耐心哦，爸爸稳定，流汗，老师。 请问我们现在的成品，你觉得满不满意？比我们漂亮。好耶！谢谢老师。那你就多给我们一个金币嘛。有。再换换。所以，耶！水当当老师，你还有金币吗？问一下，哎，没有了哎。好。啊，有这。你两个。太好了。你是那两个。老龙，你刚才拿了一个，现在换你是哪？没有了。一人两个。一人两个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加快速度了。来来。 这个呢，我们呢，我知道了，捏面人穿过去，啊，那就是捏面人，是不是？插在屁股，从屁股车上来，有啊，捏面人在这里啊，是不是捏面人？好，就去试试看看嘛，不是的话就走啊。先打招呼一下看看，我们决定白鹭鸶加之白鹭，确定锁定，好，恭喜你们答案。 这个不是白鹭鸶，这个明明就是白鹭鸶啊！没这小帽，这个帽子小帽，这个明明是白鹭鸶，那是白鹭鸶啊！画一只白鹭鸶，你要画一只白鹭鸶，你要认真画一只哦。
脚，真的是白鹿山的，头上的毛，头上的毛，真的有哎，好，看到嘴巴了，真的哦，真的。羽毛，先吃脚，脚要白鹿山太强了，为什么要这样？等一下，你帮他把这个鹿的脸涂成黑，他是黑面皮鹿。哎，你把他弄出来脸涂成红，他变红面斑鸦。哎呀，不是有提示，有提示。布袋戏，布袋戏的吧，拿出来了。没事，讲什么白鹿山？布袋，布袋戏。等一下，这个有两款呐，河洛跟霹雳。以河洛来讲，他们的布袋戏有比较小只，霹雳布袋戏的手真的有这么大？对，而且它真的是可以，真的对，真的是可以这样动的嘛。霹雳的手真的有这么大？不要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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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走过来就好了。耶，我们到了，好快哦，好可怕。决定就是这里了，那谁扛？我啊，虽然他可以扛，是不是他让我可以扛了？我来。会不会是河洛？然后我们就全部都走。河洛，河洛啦！小号很快速，我们完了，事情都被画满了啦！河洛，哎，你很手下留情哎，你看又秀哎啦！哎，不能说妈妈就这样好不好？你既然答错，你把它画成素还真呐！来，我扛。你要报信啊？你要报信？嗯，阿伯。我现在变怎么样？爸爸会吃醋啦！爸爸会吃醋啦！你不要吃，吃醋了。那我教你，我说 I love you， 你要说 me too。I love you。Me too。Me three， 你要说 me forever。那你们还要再去找一家，要不然你们要输掉的啦。好，我们要开，好吧？好，加油！是，赶快看，来打开，大官了，对面，对啦，小资的啦。你给大家看，你给大家看，悠悠，你给大家看一下，那小只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河洛，河洛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对啊，那你们要不要赶快找店？到了，不能帮忙啊，宝贝，我不能帮忙，好，哎，我去写一下毛笔。我写一个毛笔，我再过来找你啦。我们待会再好不好？现在没过来，乖啦，好。森哥去写春联送。好，我写春联，写春联，我等一下来啊。好，他想包带回家。这个已经是写那个春联的那个的等级了，老师傅的等级。我们要问的是捏面人对不对？答对啦！哎，我真的是3、2、1耶 ！Nice！太棒了！当时你们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，宪哥就说你们像捏面人。没错，捏面人。哦，他不会是捏面人啊？哎，他居然玩捏面人的，这个就是捏面。好，开始。好。来，你问阿杰在跑了，你们是变态哦！好啦，我们现在要来做捏面人啦！知道怎么捏面人吗？不知道什么。那你等一下老师会告诉你。老师在哪里？老师在讲话，你手还在动。捏面人其实就是用面粉做的，是哦。那以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所以他们会用面粉加糯米，把它和在一起煮一煮，那就过来就是一些师傅会做一些造型啊，对对对，比如说花鸟，如果比较看到的动物花鸟那一类的，以前比较传统，哎，早期是可以吃，哎，啊，现在材料也改用那个就是类似黏土来做，哦，那你现在都可以把它做成像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哦，对，我们要拿一个，可以拿一个。知道吧？你知道吧？来吃哦！你要仔细听老师怎么做。好了，好，那我先示范给你们看吗？好，来。我不教你哦，你要自己去。那我就做一个猪。眨一眨眼睛，你对我笑；捏一捏腿腿，你翘翘。最开心是两只手，两只脚，摇啊摇，快乐像小鸟。老板，我们终究还是回来了嘛！我们使眼色哦，
你们被画成这样，你要跟我们说你是第三关嘛？我们要体验什么？验那个磁场或者光谱。哇，散开了，喜欢的颜色，都会漂浮在上面。哦，这个叫漂浮的。好漂亮哦，手都不会沉下去。不会。哇，自己配色。美剧，好啊，好，一起一起。来。哦，把它哦，这样子，它就渲染开来了。轻一点，轻一点的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手不要碰到。好 ，OK 了。把那个一直放下去。你们两个手来借我一下。然后再把它放下去。哎，对，然后我们用靴子。哇！好漂亮。哇！不可能会有第二把一样的了，不可能。不可能。哇塞，好强哦！原来我的脸长得现在是长得像紫伞的颜色。好啦，很棒的体验，谢谢。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耶，谢谢。你这样不够稳定，给您试，一定要稳定给我看，下一个再给。好，我们全部都完成啦！耶！老师，你觉得我们做的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通过了呢？通过了，耶！耶！金币，弟弟，你要给，你要自己拿还是给哥哥？自己拿。给你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就要给哥哥，好不好？下一个，你稳定点再给你。没关系。冷龙在撒娇，没有关系。好了好了。爸爸为什么伤心了？这个才是，因为我刚刚他不够稳定，我刚刚讲说你让我讲的稳定讲太多次，所以下一个金币要先给弟弟，弟弟弟弟，哥哥啊也很想要那个金币，他在哭，你要不要分一个给他，让他不要哭了？对啊，他在伤心，你要不要分一个给他，让他不要伤心，好不好？反正晚一点我们再拿一个就好了，你安慰他，安慰他，你自己安慰他，要不要？给他，是不是？给他，弟弟。好啦好啦，来啦，快点了。我觉得弟弟其实也不想。好嘞。就先这样子，然后等一下再赢给金币给他就好。下一个你给哥哥啊，好吧？谢谢你啊，专业妈妈的建议。对，因为其实在手上要被拿走，那感觉应该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就是先这样子吧，教育一下人家，因为他们每个家庭教育的方式。不能够随便再来一个假装不算数的，给他拿一下吗？你问妈妈这样好吗？最后还是要收回来，还是让他照游戏规则走，让爸爸去安慰他。没有问题，你看我这个。我们还会再赢一个特别的，特别版。先放。知道。这个特别的，你刚刚表现得非常好的，叔叔，这个自己的金币先放这边，下次你拿到这个金币的时候，你把这个还给我，好不好？只有龙龙有哦。下次你再得到一个金币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金币还给叔叔。OK， 好，预备，不，耶！我刚刚生气你不怕我对不对？因为我脸太好笑对不对？难怪我们要想说，我平常只要跟他讲话转过去，他不可能再回头，然后一直回头，是因为这个脸吗？因为他这个就没有了。哇，厉害啦！来，各位来到这一边啦，很厉害哦。这一家叫做秋肉菜，秋肉菜这是什么台菜？台湾菜，台湾菜真的是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就那一道鱿鱼螺肉串。哦，菜来了，好哎，这个厉害，琵琶鸭这也厉害，啊，这个是哈，小朋友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秋肉菜？哇，把它摊进去哦。看到后座的卢文琪就不会在上面。哎，哎，吴大哥，哎，对，好，恭喜哦，恭喜你啦！看到他要问他，阿爸也没来吗？不是，他就是阿爷黑色的。介绍一下你这个菜，哎呀，对，主要都是以菜色为主。那这道功夫鸭的话是以前。
饭桌的频道算是一个招牌经典重要的菜系。哦，后面还有很多的，一定要谢谢我们这个卢文琪主厨，好不好？青龙菜中餐厅，谢谢这个。谢谢谢谢两边现在是5-5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 enjoy 一下我们的 dinner。好好。来来来来。哇哇哇！优秀优秀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你好吃好吃，来来来。少碰。你要比就好。有用的。你要吗？你要不要比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来，两块钱。嗯。嗯。哦，好的，哇，厉害！我们有草莓跟水果跟又到我们糖。有你哦，放风，放风，这边应该听不到声音啊，不用不用，小声，轻松一下，小朋友听不到声音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这边要干嘛？哎呦，信哥在里面了！来来来来来来！不是来吃饭有关的吧？不是来吃饭有关吗？阿妈，鼠年呐，鼠年呐，哎呀，哎啦哎啦，来来来，鼠年金比较多。啊，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，这个地方叫 The Place。嗯哼。对。这是我们这个传艺老爷行旅，这个地方啊，眼睛一看，我估算了一下，约莫3.5公顷，哎呦，哇，相当大。它是为了要让这个旅人啊跟艺术可以集结在一起。是，哎，你要凭着这个房卡可以去看表演。嗯，而且我觉得好适合带小孩哦，适合带小孩。哎，空间很大啊，绿色的植物很多。对，哇，孩子在可以放声奔跑，又很安全。对啊，就放声。给他孩子全部哦，他们就流行吧，孩子在这哇到处乱跑，好吧？然后回台北去，回中南部去，才发觉跟人家交换了孩子。捡回家的不是自己的。啊，大家有看到这一桌子？来，伊那波碟，我就搞了。可以吗？我哩当天送起来哦，来。OK， 好。要这样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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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现在是庄家就对了。来哦。哇，大出呀，赢的有金币，好不好？现在两队派出第一棒。第一棒。一，不是，一就 OK 了。赌运比较好，来来。我打麻将都有零钱。那你先拿，那你先拿。来来来来来，好来。先试试水。来试试水。赌炮，哦，赌炮。OK 啊，你们两位要找出一个共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。我数1、2、3，然后你们同时指向墙玩那一个，好，1、2、3，直，哎呦，推筒子或者射龙，有没有共识？我没有玩过推筒子，也可以玩玩看。我也是，我也有啊，我两个都可以。对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推筒子有没有看到？请验牌。板爆就是板子一对，那是错最大的。九的再来对子最大的就9、8、7、6、4、3、2。哎，好嘞，然后只有多白一点，白一点是半点。如果你拿到这个，配上这个，叫做。大头我看的，哦，哎，这拢爱知影，对不对？当时有点不信出来，有没有？哎。没有，1、2、3、4就是庄家，
千万不要被他气势吓到。所以我就拿这边的两张，但是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要往里的。哦，你看你看，够够水的。哦，哎呦，还借摸借摸，你怎么摸完之后变这种反应？知道千万人到，可以借我摸一下吗？阿明摸就这个这个有这个让他这个让他。我们的对象不是对面的，我们的对象是现场。来，亮牌，强哦，同意没？一张我要来吗？两张啦。左头破点子。各位，各位观众。知道很大，冤枉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那所以说没有人拿到金币吗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大家都输我一盘。对啊，完了完了，都被化残了。哎，这么很可怕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，倒立。好，好，给我来一个，来，吓到，吓到，吓到，来。好，第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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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，六六，六六，六起来，连问，六起来。哦，哦呦呦呦，这个也是很复杂哦。好，复杂，哎，复杂可以哦。来，亮牌。好，可能有人要被惩罚。一、二、三。四点有什么好？中奖广，四点广，中奖广，中奖广，四点吗？惩罚，惩罚。好，你们一起，一起，惩罚。五大知识方，哇哇，好棒哦！好轻松哦，对，很轻松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不不不，对，妹妹们，很轻松，吃三颗就可以了。哦，那简单呢？简单哈，不是，你有跟他奇怪吗？你这个套一下，好吧？反过来，看牙齿那个。过来，过来，哇，好熟练，好熟练哦！看牙齿，常看牙齿，吃三颗就好。好丑哦！这个啊，你牙被要咬坏了嘞。那个，要吃掉啊！他想要三个锅碗一起吃，三个锅碗一起吃啊，三个锅碗一起吃啊。好难哦，我看人牙齿都感觉都全部流口水。就是两个后代一起流口水，流口水啊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拨一拨！流了，流了啦！你不能垮，你别敢起来！赶快吃吃，吃吃进去，进去。OK， 好好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恭喜获得金币！两位厉害了！来来来，队长来了，队长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标准哦！给啊！哎，这个不知道了。来哦，一、二、三。蛮久没玩这个，可是我们的那个是宪哥哦，对哦，宪哥，因为射龙门比较运气，二仔，因为这个老实说有一些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包技巧，那这是纯运气，对啊，射龙门啊，射龙。还有一种重复，来哟来哟，好，是哟，这可以，这可以谈，我觉得，这可以玩啊，这可以玩，这可以玩，这个可以玩，这个要四哦，这个蛮多的，这可是这种事情啊，下大一包，下大一，开始想要多的时候，就好，就三个，我觉得好，是安全多了，听柔柔姐的，那对面怎么玩就跟着怎么玩，他都敢了。五颗，到，哇塞！所以我外面一二三四或 K 零都要挂。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哇哇哇！专家输光了，而你比对方多就算赢。好好，好不好？刚才有拼嘛，以后要先下。对对对，先下。对，好，先下。对，先下。全部先下。对呀。在哪知道啊？
吗？当然啦，有三颗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还稳正常。好，三颗。好，三颗，没有三颗就三颗。好，你看，来个二。哦，来来来，你要考虑对方的哦，你要考虑要把我赢走哦。你们这样赢不了，该冲的时候要冲，该冲就冲。这个很近啊，要被全到了，全到了。不要，先不要。啊？三颗啊，就三颗啊。我再加两颗。就是这样玩的，来啊，等一下啊，也是这样输掉的，三颗。对，爆掉。你留一颗，哇，一定的吧？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耶！好，恭喜黑队获胜，耶！差一把，好，差一把，差一把，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有得到这个，我没有这个，我差点要离开，请您耍气寸。选一个可以赶快结束的，就好。那你选一个比较玩久一点。三、二玩的，一。哎呦，连吹筒子，拔牙吹筒子，来。哎呀，来，拔牙。这样就好，赶快赶快。拔牙是这样，拔牙是两个，你五颗，你五颗。太高了，看谁最后被拔光。哦，我可以单双啊，单双，给我可以单双啊，对对，骰子更简单。我也玩过，我也玩过，那你玩过吗？我玩过，我蛮厉害的。我没玩过这个，好，我们今天跑一点，我们今天跑那么快一点哦。你玩过啊？你是不是？对啊，你蛮厉害的。我没玩过这个。好，我们今天跑快一点。我们今天跑得快一点哦。来，摇啊！好，可以先看。好 ，OK， 数着数着。红色，红色，拔红，拔红色，好，我红色就要拿起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待会还要再甩一次啊。哎，所以说他还要再甩一次。哎，哇，好傻，拔了一颗，
拔他一颗，我就被拔两颗。拔你两颗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要看，要对，又全黑。没有，那你就不用了，很好。还要再闪啊！对。好，还要再闪。哦，因为他先的，好，再加入梦霜。好，我懂了，自己的角度。好，来。那我们说话了，那我们说话了。金爆彩车的就是五颗啊，人家投超抽，今天一定要醒。五颗，我骰完之后，然后就哎看谁玩到，谁先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对，谁踩到地雷谁就，喊到加起来总数就挂了。来，玩一个不一样的，每个人都有关不一样，金爆骰子漏，回转各一次，各一次，对，各一次哦。 今天不是我，现在要喊吗？我当然要。那宪哥有没有 pass 跟回转？宪哥有 pass 跟回转吗？好，庄家不需要有，庄家知道内容不用怕。好，我更快。来，剪刀，好不好？数字，一到五，是。一二三四五六六。好，先喊，数一到三。 三个数字对不对？哎，你可以选择重来一遍。从灯位这边。好。一二三。这样走啊，对不对？四五六。七八。这么早就喊你七八啊？七。你们跟别人管我，我庄家，我要妈妈喊我。九。好。庄家是不是没有 pass？ 啊？庄家是不是没有 pass？ 你管我。我十一，我怎么？可以收了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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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
人两条命线。对，肠子不干净的。好。数只数只，最多两只。两只。不能管他，哎，不能管。一二三四五六是你，那五呢？五，三，八五，你跟他一样。三四九，对，也是我。哎，好，不要吵。过年反正五六又是你，要秒啊！好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来来来来，一二三。没那么早，七。因为我觉得这次是故意慢一点，这次应该练路了，没有，所以可以尽量砍。烂透了，烂透了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。真的吗？要就赶快用，不然就没得用。没，现在还要十二。十二。十二。要就赶快用，不然就没得用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大概有三个号码。如果我们两个一起的话，有三个号码在这里。对对对，那回给线丢就好。回转。十三。我再回给他。那我如果不回给他的话，你这样。我怕死，我怕死龙龙。就会变成你喊十三，不会，我还可以再一个 pass， 还是仙哥喊十三，再一个回转又是仙哥喊，最快喊到十五，十三 pass 这个时候不用担心，仙哥喊到十五 ，pass 超久，超久哎，十四回转，还要喊十一，所以我现在是很回转，对，所以你刚才帮我决定我要用 pass， 你刚刚自己说，你刚刚如果，我如果，你们就走到那里了，你们就走到那里，好，我用的这个一点了，你自己说 pass 的。对，我现在算 pass。对啊，你现在是回转，我再回转啊，我会变成线哥盘，对不对？十五，那我就十五。或者你可以只有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十五、十六。哇，十七，十八，你还认得吗？没有啊，我们都没有，我们没有盘啊，我再盘就十八了。十九，那就二十，对。我啊啊！我啊啊！哎，我算了两遍，一二三，我算了两遍。好，算回来，一张去，你的命号。OK。哦。我先考。一、二、三。四五六七八九十七，哇塞！你看那么快，变小。三十十五就快爆了，其实从小到大要超过十五都很困扰。pass， 我不这么困难，对我不管。十一，我不 pass。十二，还是我放一个啊，还是我没转。先测测水温，就不要。回转，回转。十二呗。他对我不怕，十一，我不怕死，十二。先测测水温，我就不要。回转，回转。十二哎，十二，十三、十四。我还有没用对不对？还有是回转，我回转你会是十五。滚吧，高腰。回转。
什么来了，俊哥？十五十六。还有人喊？那我没得喊啊。嗯。换成十七啊。嗯。还有。十八十九二十。又是二十。三次十二七二八加八二十，真的哎！不要再笑我的数学不好，你这才看很快哎！恭喜获胜！来来来来来！还有什么？来什么惩罚？奖励新春大圆满。这种字句哦，很圆融的，应该通常都很惨，对吧？来啦啦啦啦力啦啦！他给你出名太紧张了。哎拜托你来个你然后我们再擦，还有啊，又平手啊！明天有一关哈，你们不在，只有小孩在。没有啊，会不会放心把孩子丢出来？我比较放心，我小孩放出来，你们要担心。辛苦的 ，OK。你住几号房？我还不知道。离我们远一点。你们一问上去好臭哦！臭了 ，OK。臭哦！带孩子最辛苦在哪里？两个吃饭要睡觉啊。关灯了哦！不要关了。睡觉啦，我嘞。我在看你们的手机。嘘，你说不讲话。睡觉。我可是漂亮的光。关键的地方，但是你对我声音很认真的地方。不叫变的啦，明天再变啦。太累了，靠，比拍戏还硬。会有两个姐姐带你们出去玩，但是走一圈到这里的时候，11:30，你要回来找我。不要太晚回来，我很想你们。哦，不要浪费时间啦。不要浪费时间。我在吃东西啊！11:20，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桌游大赛，所以你们要回来参加。这样子就不一样，我们要成为赢家。我们要把全部都夹走。我们阿娃好专心哦。对啊。现在已经30分了嘞。30分还在钓鱼。古代有说，父子连心的话，如果爸爸痛的话，他就会痛，是吧？